好，继续换个心情带您找美食了。苗栗大湖乡不只是产草莓，这边也盛产圣女小番茄，而且现在还有业者推出了健康又营养的番茄冰。漂亮的番茄冰颜色缤纷，还没开始吃，暑气已经消一半，尝一口，酸甜好滋味，酸酸甜甜，有一点以前那种番茄加蜜饯的感觉，很不错，香香甜甜的。番茄冰要好吃，关键在酱汁。新鲜番茄打成之后，先加热，然后陆续加入柠檬汁、砂糖、玉米粉、梅子粉，持续加热煮滚成糊状，就完成特制的番茄酱汁了。清凉的刨冰堆成金字塔状，旁边放上切片番茄，淋上事先做好的番茄酱汁。如果觉得还不够，加点蜜饯，让冰更有味道。在我们大湖呢，番茄是也是盛产的水果，在客人用完意大利料理之后呢，还可以享用这道营养的冰品，这也是非常好的事情。番茄冰做法简单，不止清凉，而且营养，婆婆妈妈在家都能尝试看看。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